唉，外面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冷冷静静的。唉，我这一年才过一次生日，大家和貂蝉竟然同时请假，太过分了。我看呀，他们就是故意的，以后我的年度再也不让他们玩了。没错，送什么东西啊？我才不要呢！你确定？我，你们送的啥东西啊？哎呀，就是这个喽！哇，蛋糕！没错，就是蛋糕。哇，胖妞儿，今天不是你过生日吗？我和貂蝉对钱给你买了个蛋糕。大仙儿，貂蝉真是太谢谢你们了，现在我感动的都有点想哭了。哎，得，你还是别哭了。哎，要不咱们唱生日歌吧？哎，好啊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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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快点，生日快乐！哇，真是太感动了。刚才你们没来的时候，我还说年度再也不跟你们玩了，对不起啊。没事啊，胖妞，年度现在给我们也不晚啊。是啊，我们也不要多，一人两包就行。行，一人两包年度，来给你，还有你呢。好，咱们现在切蛋糕吧。别着急啊，胖妞，我先去上个厕所。吃完再去啊。胖妞，刚才老师好像找我呢，我去一趟，大宝你自己吃吧。哎，这俩人真是的，肯定是怕蛋糕不够我自己吃的，他们两个可真贴心。哎呀，戴上帽子。我要打开蛋糕看看什么样的。这蛋糕闻着就